干来了来了，这个小贱人，我赶快打完跑掉。这个小田又来了，吃掉了。哎，干嘛不要跟我讲话啊？哦，好，没事，吓我一跳。靠北，妈的，这个真的会被这任务卡对话，差点弄死。哎，干，这个王犬是不是？干，他真的在砍我，我以为是错觉，他真的他妈在砍我。哎，他妈真的在砍我。哎，砍他小啦。哎，死了。这个人血量是怎样？5D 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杰森·斯塔森也有问题，他等一下会不会直接走过来敲我说什么吃我金箍棒之类的？干你娘嘞！还真的砍我，王者之剑是吧？你们这个猛死定了啦！林北正式跟你们宣战，王者之剑。我觉得总觉得怎么那么多人在我旁边啊？我的干你老师嘞！这傻小啊，尼玛是谁啊？妈的不爽来力量啊！干！妈的黑骑士了不起哦，绿变了不起哦，怎样啦？没看过白变是不是？哈，我勒个，我勒个，喂，等一下，这幅真的很多敌人，我觉得这幅的敌人会不会比力量还多啊？我是觉得这个世间真的非常各种险恶啊，各种险恶啊，不给解任务哦，哇，干你娘嘞，飞雷神啊，看过没有？妈多屌、啊！像爽烈有没有？我有脑的啊，我有脑啊！这些死偷看仔啊！哎、欸，干干干，他妈怎么那么快啊？靠背滚啦，滚啦！怎么跑不赢他、啊？生存游戏哦，怎么他妈那么难解任务啊？哇，干你娘嘞！严重怀疑他是地瓜球，是不是？干，我也这么觉得、欸，是不是有可能啊？是你老母啦！技术台没有魔技术个屁啊！妈的，到底多少人在这个伺服器啊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啊？比我想象中多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干，等一下！好，我知道了。顺卷，逃离这王八蛋！哦，终于可以爽快练功了。我都忘记有顺卷这个东西。妈的，追我啊，笨蛋！这才是正常的天堂嘛！妈的，干嘛走到哪里被人家干啊？妈，升个50级，明明就很快的事情，为什么被弄得好像很痛苦的？干他妈又来了哦！两个是傻小啊，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！一个松懈就被钻到旁边啦，他们就直接滑进来啊！搞下喽！干他妈，真的很会顺哎、欸，你真的很会顺哎、欸！干我受不了，我要跟他一决死战！妈的，一决死战啦！你就不要被妖魔弓箭手喷飞，我他妈一定呛死你，我他妈一定呛死你！跟你拼了啦！抓痒！我好像赢不了他哎、欸，他一直捅我哎、欸。干你娘！护驾，护驾 ！RPG 护驾，死亡！垃圾！妈的，下去！真的是个垃圾，直接一个嘲讽啊！妈的，废物！是你被嘲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，太舒服啦！